食材放入炆烧锅内锅，加入水分，煮滚后将内锅放入外锅，加上盖，就可以利用炆烧锅的高保温效能慢慢炆烧食物，不用睇火，煮食就更加方便啦。炆烧锅令食物四面八方均匀受热，以炆烧的方法直接縮短烹调时间，咁就可以保留食物的营养啦。如果想翻热食物，只需要将炆烧内锅直接放在明火炉具上面煮滚，咁就得噶啦。